飞向宇宙，好好哦！军事游戏名作《Call of Duty》也要打到太空上去了，在太空作战的感觉一定跟地球差很多吧？超期待11月游戏发售，跟着 Mini 一起冲出大气层吧！索尼互动娱乐宣布，10月4日发售《Call of Duty》的最新作《Call of Duty: Infinite Warfare》繁体中文版。这次将带给玩家们一场前所未有的壮大战争，因为战争会冲出地球，直接打到外太空去啦！《Call of Duty》系列一路演进，从二次世界大战来到近未来，游戏中的战争科技不断演进，终于这次要在地球外的战场作战了。宇宙中的战场将会有全新的武器、机器人及多样的载具等着玩家们来体验。最新释出的预告还采用了《白日梦冒险王》电影中出现过的 Major Tom 作为背景音乐，证明人类的想象力真是无限大啊！Call of Duty Infinite Warfare 将会分成典藏版和豪华版等许多版本，无论哪一版都会包含前作 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 的高画质重置版本。哇，这实在太佛心来的了，Mini要赶快去预购啦！